好。哎，分期遐搬搬来背后伊，不会得个差一点。小心，小心。OK 啊 ，OK 啊。那你站嘞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制造柠檬水了。Thank you.
来，这条帮我插耳，插到那里去，这一条帮我插过去。嗯，今年哈，那个比较毒啊，所以哈，很多人很容易就会皮肤痒，会有皮肤方面的疾病。我现在已经很痒了。对。啊，这个水就除了喝以外，其他的就拿回去洗。啊，家里有老人、有病人的，也可以让他们喝，让他们洗，哦，就是可以帮他把一些东西清掉、净化掉。啊，哦，这个，啊，那个脑壳都出来好了，这个啊，然后桌上的那个粽子，那个手工粽香包，那颗红可是我的，哎，那个哈，如果觉得有需要，家里要挂厨煞的，挂在门，哦，挂在门厨煞，那你们元山的需要吗？可以自己去跟老大那边自己求，啊，钱自己投，哦，元山的如果需要，再请台北的帮你们带回去。自己先去老大那边拔杯，那要拔杯的不是要就能拿门，就是你要经过的进门那里哦，挂在门口厨煞，门口啊，还是房间门？大门啊，大门吧。如果是有房间的就放房间门，对，住宿的就房间门啊。然后再来，今年哈那个五十岁有交代，就是第一。那个要常清理静心，做完之后，那个五十水要整间房子喷一喷。第一个，今年的火灾会很多，火灾会很多。第二个，有啊，那边都有听到，不是我这里没收到。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在喷的时候，那些无形的众生也顺便。帮他们做灵疗，多一个功德啦，哦，然后第三，家里的磁场也可以顺便净化，哦，那如果就是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，最好五十水就是多喝。所以我说今年的五十水很重要。那还有就是今年的那个病气很重。大家要注意，就是今年的病气很重，然后结果来都看天啊哈，啊你们要不要听？你们自己听呐，啊，哈，不想听的读起来，就是，就是这一波逃报的来的又快又凶又急，如果你们不想做功德的，或者是心里有其他就是想法阴奉阳违的，或者是你在阴奉阴违。啊，都好啦，或者是你就是阻碍别人修行，那你如果被逃报了，到时候求保紧呐，那就不要求老大，嘿，就不要怪任何人，是自己造成的。好，就是自己的起心动念要很注意。